滚开！他有劲儿。殿下，这个人殿下不能带走。殿下，自己的女儿都能够出卖，女婿算什么？儿子又算什么？殿下，今天的事，臣请陛下。今天的事，朕就不追究了。你和你岳父。 都是。谢陛下，但是你的工人是，他目无君伤，放肆之极，臣一定会严惩。那倒不用，自有国法严惩。陛下，登华宫的那个工人，你岳父已经问过。 也已经有结论了，他不是。那是。谋逆是君在先，畏罪诬旨于后。报本宫工人故事，朕已经让刑部按国法拘验论罪。 谋逆弑君，请除公侯，咳嗽正法，以安人心呐。陛下，殿下他知道吗？还有一事，本应昨天早朝朕就该说，请既然现在在这儿，朕也就一起问问情。 知道这事，张尚书是怎么跟陛下上报的吗？是的，殿下。陛下当时是怎么跟张尚书说的？陛下也没说什么。陛下只是向张尚书询问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陛下。 此时处置登华宫，势必难免牵连其犯。其犯有失，届时谁可约束东宫，谁又可节制藩镇？这一次，朕也还是只能先做天子了。
你涉渎弑君，真正的罪人不是已经找出来了吗？谋害太子妃及父母中皇孙。张尚书，那是你的女儿啊，是你的至亲啊，你连她都要背叛了吗？证据确凿。 你的包袱之痛，自己会想弄成人线吗？这就是罪人的供述。不，我无罪，我无罪。罪人也已经认罪，按照国法，应当寸折于世。所有的罪名都推到我的身上，这不天下太平了吗？ 九族，我哪里还有九族？你应该心存感激，明日凌迟，至少本部减免了你的痛苦。 姑奶奶，谁呀？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我给你带药来了。姑奶，你，哎，姑奶奶，拦住他，别让他进来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让开！姑奶奶，拖走，拖走，把他赶紧拖走。你们，爹，继续，你快把他给我放了。你喊什么爹？是他杀死了太子妃，你的亲姐姐。 让开！爹，你别动啊！你把他给我放了！姑奶奶，放开我！你快跑啊！姑奶奶，你这个孽障！你这……姑奶奶，你放开我！孽障！ 姐夫，你快救救他！姐夫，姐夫，姐夫，姐夫。 不关他的事啊！哎，殿下，臣，你让开吧！滚开！他要有劲儿。殿下，这个人殿下不能带走。殿下，殿下，现在就进宫告诉他，人我带走了，看这个中书令他会不会给你。殿下，臣，出去啊！ 自己的女儿都能够出卖，女婿算什么？儿子又算什么？殿下。